我非常的感谢我们水利署的同仁，真的为水水辛苦，为水忙，老天爷在考验我们，这是百年来最大的旱灾。这一次幸好我们提早超前部署，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坚着。因此我要特别感谢因为我们为水辛苦为水忙的水利署长及所有的同仁，因为在蔡总统命令下，国军官兵特别利用这个缺水干旱的时候清淤泥清水库，这样就是化危机为转机。我特别给蔡总统说，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哦，要为台湾的霸泥丢腕，这是给我们要做得更好。何谓浮流水？就是在我们的河床底下，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的含水层，最早就开始实施了模场试验。我们也跟农民说明，我们取用浮流水不会影响它的灌溉行为。后来在前瞻计划的话，我们完成了溪埔浮流水跟大泉浮流水。30万吨的这个浮流水的，也是我们稳定高雄市一个水源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今年高屏溪蓝河堰的这个清淤会创造历史的最高量，达到270万立方公尺左右的目标。那我们对于稳定供水之外，我们掌握契机，让我们的水资源设施可以更加的完善，清淤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那高屏溪它是地势跟水源哦有评估过是最好的取用。那清淤也谢谢我们加大力道来清理，那也谢谢国军来配合。那也在几次的不管是台风水源污浊的情况之下，浮流水都已经成为救命水。